在黑暗的世界，死去的灵魂都变成恶魔。快砍一下！他们对他没用的，只有他们能带来光明。我们驱魔师就是专门驱逐恶魔的圣职者。称霸日本销量榜，火热连载漫画改编。要是我们打输了这场圣战，这世界就会灭亡。给我消失吧！驱魔少年，周一至周日每晚7点，卫视电影台。